每天啊就是按部就班，然后每天带一点点小目标，然后去训练啊，好了的时候为自己鼓掌，然后坏了的时候又感觉今天跳得不太好，然后再鼓励鼓励自己，然后或者有的时候跳得非常不好的时候我也上火。其实我感觉哎，我有的时候就感觉自己经历这么多了，拿了这么多奖牌，但是哎，当有一堂课跳不好的时候，我还是在跟自己较劲。哎，我想这样的感觉很好，其实。他现在有六个机位，然后可以实时采集这个运动员的画面。然后每个机位是分别对应了起跳、空中落地，然后还有正面和背面这个镜头。我们可以通过慢动作的回放，16倍的慢放，就是你可以慢16倍，也可以加速16倍，能让教练更直观地看到这个运动员的动作，可以把这个动作肢解开来。